就是一个考演技的游戏。啊，我没有演技，这一大堆演技都在这儿呢。尤其是管乐，管乐刚才怎么说的啊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又，你不是拿到了超越的，信息吗？我拿到的是孟子义的信息。我拿的才是孟子义的信息。我拿的才是孟子义的信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对吧？我的是孟子义的呀。不可能。我的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没开始。是谁的？我拿的是杨超越的呀。我拿的也是杨超越的。哦。哦。哎呀。哎呀，我的好像也是你的。那你们四个先演吧。嗯，你们要先猜是吗？我们先猜。行行。他能留几个枪？两个，两个。放了一个箱子里面，是不是概率少一点？有点冒险。那一个箱子里面，他选中的概率就少一点。他们也太慢了吧！你吆喝他们，打乱他们军心。咱们现在打乱他们军心。还没完事儿啊？等会儿，这好戏多磨啊！别着急，我们就是要打乱军心。哎，哎呦，还嫌我话多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是有胶粘上了吗？这是一箱子沉甸甸的希望啊，管乐，你可不能给我撂地上。我知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从上面跳过来，贝飞，贝飞，不是下药啊。慢，管乐把头一甩就过去了。哇！管乐里边装置是不是那个奇炫冰淇淋啊？夸大其词。对，浮夸都不能再浮夸。我们选择不选他。对。来，二号请展示。加油。我帮你。哎呦！啊，他这个挺真啊。这个在火车站干过活儿，哎呦！哎呦！这个也可以看一下。中吗？帮你拎一下。中。帮你拎一下。不用。帮你拎一下，不能让你自己这么拎。太累了。不用不用。走开。影响我演技了，走开。就这么拎的时候，这么拎的时候，手是有一点，是不是？这箱子要吗？二号箱我们留下。二号箱他们留下，留下了。请三号箱出场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能不能感觉他现在是在电影的世界里啊？哎呀，哇！快放到这儿来，快放到这儿来。放在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梆梆，听见了一件事情。是一个空心的。这么吧，我们决定不选他。不要，不要，是费这么大劲儿拯救了一下，不要。也没点苦，辛苦钱吗？啊，又是这个。每一个人都这么演吗？就没有人轻飘着拎过去吗？这肿的多大呀？我想知道啊。对呀、啊。
们这应该是一个表演风格的，我觉得风格比较统一。你这手抠得太使劲了，要肩上承受压力更大一点。好好加油，看这个有问题，放的小心点。哎呀开二和四的箱，开箱看看超越的。超越的，你确定要开我的吗？必须的。要看超越的了。一二，哦，有种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，哦，咱俩不会选两个最少的吧？不会的。看看我的喽。One bag, and two bag. 哦，哦，管乐最多。所以总共是获得了七袋种子。好，好的，该你们了。走，咱俩去，咱俩去，我们俩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咱商量一下，咱商量一下。我觉得这一把是不是咱们还得给你点？你别指我。别指我，你这样一指我，他们都知道你给我了。他们以为我在演戏呢。故意的，就是好做作。对呀、啊，好明显、哎，好刻意，太刻意，太刻意了，这演技。对呀、啊，刻意刻意。哦、孟姐假装拿呢。孟姐在干啥呢？孟姐。哦，王某也假装够了。他们就可能演都很轻松，对，很可能。我先来。你们是不是都演很轻松这一挂的？我都猜出来了。哦，臂力好棒啊！展示一下。哦，血管确实没有扩张。我没有任何演技。平稳，平稳，平稳，平稳。咱就说这一块啊。要要要要要要！就是你知道我们知道里面有东西的话，它会有声这个事儿吗？不是，给我们提示，给我们提示的是吧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啊！这个声音不能再给你们了。听这声儿，像冰冰多里面是吧？嗯。我来了啊！又这么严重是吧？走的，这是怎么？刚才那一趴又来一遍是吗？不考虑扛肩上吗？哎呀，挺真实，至少。太重了吧！走，轻巧上阵，别磕出声音。哎呦哎呦，太美丽了！哎呀哎呀，很轻盈。哦。孟子义，你这样戏路有点窄，我跟你说，没来，窄到让别人进不来。哦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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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拦不住。哦。不要丝滑，你俩可以一起悟吗？一开始一起。
哎，我们选是一号和三号。你看一下我的吧，一号香啊。喜鹊冰激凌哦，一包都没有。但他也有，他也有。你有几个？有三个。哦，还行，还行。还有两个冰激凌给你俩的，来。可以可以，一会儿吃一会儿吃。好吧。我的也，但我的也挺多的。几个呀？嗯，七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十个，那我们十个。呀呀呀呀呀！我们来个一二三。好，来，请最后一组。啊，我们了，我们该。怎么着？那我们平均分吗？还是什么？就十和十吧，还有两个空吧。好啊，那两个人是谁？那十个那两个人？于姐来一箱子吧。好。啊，给我那个一个满箱，你俩眼空的就完了呗。你觉得会放到谁那里？我觉得可能会放于琪姐那儿吧。来吧，我先来。